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讲，就当做你根本没有看见。好，孙奶奶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小陈，小陈，真的是你？我以为我又做了噩梦呢。把你吵醒了，你生气了？哎，要是你来了不把我叫起，我见不着你，那我才真会生气呢。小陈，都两天没见到你了，我急得都快发疯了。是不是你婆婆？一定是她，一定是她不让你来看我，不让你接我的电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她又来找你？她让雪莉人来跟我谈判，威胁利用，可是我不吃她那一套。小陈，等我出院以后，我们立刻结婚。那雪兰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对不起雪兰。不过我一定要跟她解释清楚。小陈，你是了解的，我最爱的只有你一个人，我不能让这项错误再延续下去。任何的竞赛都有人成功，也有人失败。当然，爱情也在内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小陈。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任何一切，雪兰，请你不要告诉沙安我来过。雪兰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相信我亲眼所见到的事实。小陈，你不要向我多解释，这样我反而心里会好过一点。我不是一个圣人，我当然不能怪你。沙安他，你，我，对不起。又在想什么？天都快亮了。哎，奇怪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看我呢？我有清晨驾车兜风的习惯，而且利用这个时间来看你，比较不容易被我婆婆发现。
我现在是心疼。哦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。哎，怎么才来就要走呢？你知道，我不能停留太久。什么时候再来看？小婵，我想，大夫说过的，明天。 要不然后天，我一定可以出院。恭喜你！不要光说恭喜，是不是来接我出院？嗯？时间还早，你再睡个回笼觉吧。我睡不着。你现在还是病人，应该要多休息。 听话，小晨，我舍不得你走。我也不是走了就不回来，我待会儿就回来看你，好不好？ 少安，请你原谅我，再一次的不告而别，和我在一起，只能带给你痛苦、困扰和许多解不开的难题。雪兰已经到新加坡来了，她才是真正爱你而又最适合你的人。以后，不管在天涯海角，我都会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。 吃火腿蛋还是吃稀饭呢？吃稀饭好了。哇，这一菜好好吃哦！哎，妈，我自己来。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？睡得好极了。妈，你不相信吧？我张开眼睛的时候啊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已经回到家里来了。<笑>哎，爸呢？去晨跑了。 最近血压要高起来，不运动不行。其实妈，你也应该多运动运动，应该上午起来的时候跟爸一块儿去。我哪有空呢？每天早上起来忙着上班，等我下班回来忙着烧晚饭，一天把家事都做完了，我已经累得不想动了。在我的记忆里啊，你好像常年都这么忙，从来就没有好好休息过。妈是个劳碌命，从前你们小的时候。 你爸爸那份薪水又不多，所以我必须要找份工作。如今你们都大了，虽然说家里没有什么负担了，可是工作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，也是我精神上的寄托。其实啊，说起来，爸爸真的好幸运，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贤内助。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相辅相成，两个人共同协力才能够支撑这个家。 你爸爸这个人呐，除了脾气急躁一点，可算得上是一个好丈夫。妈，我凭良心说啊，我真的好羡慕你们。因为我自己有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我深深的领悟到，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女人。
什么荣华富贵、名利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婚姻幸不幸福。佩文呐，昨天晚上我跟你爸爸为了你的事情讨论了很久。妈，你们是不是不赞成我跟逸群结婚？我们不是不赞成，而是为了你担心。首先，逸群父母这一关，你们能通得过吗？可是妈，逸群他说过的，不管任何人反对，他一定会娶我的。话是没有错呀，可是逸群的母亲你又不是不了解。妈，我不在乎他的反对，我只要逸群能了解我。我觉得结不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。妈，哎呦妈，你今天没叫我啊？哎，糟糕，跟你姐姐聊聊天都忘记了。嗯，我摩托车坏了，坐公共汽车去补习班还得半个钟头。今天第一堂课，上俺妈的课，我家迟到，那可惨了。那赶紧吃点稀饭呢。来不及了，我第一堂课才吃好了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怕那个阿妈？哼，怎么不怕？我们补习班啊，全部都怕他。他在一楼怕骂人的话，十楼都听得见。好了，我真不知道她老公啊怎么受得了。佩文，我也上班去了，我们一块儿走。哎，佩文啊，雪兰要是跟少安打电话回来，你可别忘了打个电话到我办公室啊。好，知道。妈，快点啦！来了来了，妈再见，再见啊！姐，拜拜。再见。小撞了一下嘛，再说也不是我的错啊。车子都撞坏了还小撞呢，我看呐，以后干脆你就搭公共汽车上学，免得我提心吊胆的。啊，搭公共汽车啊，那多麻烦啊。妈，你假如不放心的话，我给你个建议，跟哥一样买个四轮给我。哎，我不要全新的，我只要个二手货。你少来得寸进尺了，你哥哥的汽车自己赚钱买的，以后你要赚钱，你买飞机我都不管你。嗨，志云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这么早就出去啊？哎，是吗？哎，今天真巧啊，居然碰到你们啊。是啊，哎，俊彤，怎么好久都不到我们家去玩了？陶妈妈，最近功课比较忙。恍惚，联考要快到了。俊彤可真是用功啊！哪里？不是我这个做妈的夸自己的儿子，我俊彤啊没有别的长处，就是啊听话、用功，凡事啊都不用我操心。怎么样，少辉的事解决了吧？我看少辉挺乖的嘛，怎么会这么糊涂呢？哎，事情是怎么解决的？对方没有刁难你们啊？啊？妈，我上课来不及了，我们坐计程车去好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什么东西嘛！少辉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你要是不做错事，人家会这样说你啊！我刚刚是骂黄俊彤。哎，你还有脸骂黄俊彤？你看人家黄俊彤多听话多用功啊，你应该跟人家多学学啊。
我跟他学，嘿，他最不是东西了，哼。你再这样胡乱骂人，妈可真要发脾气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不说就是了。不过，妈，你别以为黄俊彤那么好，我就那么坏。其实真正的原因……什么真正的原因呢？算了，没什么了，反正你以后自然会知道。啊，大夫，唐先生你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伤口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啊。哎呀，这里有一点疼。没痛啊。这边呢？哎，这里好的。好。哎，不错啊。做我看很强壮啊，大概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哦。哦，大夫，有件事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情啊？你说。我想请两个钟头的假，出去办点事情。你的伤口快好了，不过还要住两天呢。我不是出院，我只是想出去办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的，两个钟点一定回来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不准不行了啊。不过最好不要太久了啊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一层楼的护理长出名很厉害啊，你太晚回来啊，我会打屁股啊。需要好好的谈一谈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吗？雪兰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伤口。你出院了。后天才能出院，我是请假出来的。好吧，我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会伤害你有多深？可是我实在……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说。有一句话说：“我本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。”世界上最可悲和最可笑的事，莫过于这件事。事情过了这么久，最后我还是扮演一个失败的角色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雪兰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抱歉。
其实这样也好，至少我以后再也不必要为这段感情烦恼了。真的今天晚上就要回台北，不过我回去以后我会替你隐瞒一段时间，至于你父母那方面，我觉得你还是回去自己解释比较好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你会恨我吗？恨的那种说法，这是我最反对的。也许我真的，坦白的讲，我真的很气愤，很失望，也很伤心。因为毕竟我们曾经相爱，前世的姻缘，我想你和小婵才是真正的有缘分。我大老远的从台湾跑到这来，我怎么样也没想到我会在这跟你分手。小婵，难道说这是上天的安排吗？你们，陶先生，真对不起，我们又来打搅您了。今天又有什么事吗？小婵在什么地方？小婵，小婵怎么了？你还想瞒我们？陶先生，如果你知道小婵在什么地方，那你就太过分了。小婵到现在还是吴家的媳妇，这是你明明知道的。她是个有夫之妇，你竟然公然地引诱她，这是犯法的行为。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，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不客气，因为我们的忍耐到了最大的程度。小婵的丈夫已经过世了，你们没有权利再这样限制她的自由。谁说小婵的丈夫过世了？这是事实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不是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来跟他谈。陶先生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只希望你告诉我们，你把小婵藏在什么地方。我把小婵藏在什么地方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把我给搞糊涂了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更没有骗你的必要，我也不是那种不敢面对现实不负责任的人。小婵为你离家出走，你会说不知道，这谁会相信呢？他真的没有告诉我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走。嗯，当然你说的话是真实的，不然的话一切的后果由你负责。丽人，我们走。希望你再考虑考虑，跟我们合作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小婵到什么地方去？
你相信那个陶少安说的话吗？看样子他好像不是在骗我们。那小婵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就很难说了，说不定他只是抗议你限制他的自由呢。我是不得已才这么做。丽人，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看，目前也只好分头去找他。嗯，这件事要是传扬出去啊，我们吴家的脸都给他丢尽了。夫人，你再生气也没有用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冷静地处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先到几个他可能去的地方去打听一下。好吧，那你快点去吧。是。用什么方法逼他来？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？当时要带小婵到英国去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正的原因？我不愿意增加你的烦恼，更不愿意让你知道你的妻子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女人。妈，你这样说小婵就太不公平，她并没有错，他也不知道我还活着，他当然有权利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了。哲夫，你居然还帮小婵说话。妈，我不是帮他说话，我是同情他，他不该受这种委屈。眼睁睁地看到你的太太嫁给别人。妈，我早已经看不见了。明白事情的真相，你不能躲了他一辈子。不，我不能，我真的不能，我不能面对他，我做不到。是为你白费心机，你只是想把我气。
气死为止。叫陶少安的人，那你愿意眼睁睁地看到你的太太嫁给别人吗？霍小姐，真对不起打扰你，我可以进来跟你说两句话吗？请进啊。谢谢。请坐。谢谢。请问你今天来有什么贵事啊，大律师？霍小姐知道不知道小婵已经离家出走了？离家出走？你今天来就是特地为了要告诉我这件事情？我是希望霍小姐能提供我们一点线索，告诉我们小婵在什么地方。连你们都不知道她在哪里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的线索并不见得比你们灵通啊。霍小姐，现在事情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我是非常诚心诚意的希望彭小姐跟我们合作，阻止这件事情再继续发展下去。再说万一事情闹大了，这对陶先生总是不利的。你一向跟人家说话的口气都是用这种威胁的口气吗？陶小姐，徐律师，我相信你很明白一件事情，如果这件事情真的闹大了，你们并不见得稳操胜算。你怎么，难道你也帮着他们？这是我个人的事，请你不要干涉。霍小姐，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小婵，她究竟跑到哪儿去了？她为什么要离开呢？请问您找哪位呀？请问石太太在家吗？您贵姓？我姓许。许律师啊，稀客稀客，进来里面坐嘛。石太太，你好。你好你好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真对不起，又来打搅你了。那话，您是大忙人，我们请都请不来了。坐坐坐。谢谢。怎么样，最近工作忙不忙？跟以前一样。来，请用茶。谢谢。喝杯茶吧。还是老样子。吴太跟小婵到英国去了吧？有没有打电话回来？哦，吴夫人她是因为临时有事所以就没有去。这么说，是小婵一个人到英国去了。前几天我记得她告诉我说，
她要陪她婆婆到英国去做什么健康检查嘛。小婵也真是的，怎么一个人到英国去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哎，啊，你喝杯茶吧。啊，谢谢。徐律师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我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只是时间在世的时候是我好朋友，所以我理当来常常拜访您才对。那话真是不敢当，谢谢您。您难得有空来，今儿既然来了，就在我们家便饭吧。不，不客气了，我还有点别的事情，不要客气了。不急嘛，多坐一会儿嘛。我改天再来拜访您吧。再见、啊。也好也好。慢走啊。啊，再见。怎么样？走了，刚走。瞧你，他还真厉害，居然找到我这儿来了。看来这次啊，你婆婆是布下天罗地网，非抓你回去不可。我看他这一次啊，是白费心机了。他绝对不会想到，再过几个小时，我就要离开新加坡。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。小婵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自由和尊严，我的行动也受到限制，我的电话受到窃听，这跟软禁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忍受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这件事，你本来就是应该离开吴家的。我是说，你既然有勇气离开吴家，那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接受那个摄影师的爱情？你看看你，你现在一走，也不跟人家说一声，你怎么对得起人家？既然你们两个这么相爱，那你为什么要逃避他？我是经过了很久的考虑，才做了这个决定。我的苦衷和心意，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。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不能了解？难道不能告诉我吗？啊？是因为你婆婆的阻止，还是你们吴家的压力？小婵，你要为你自己的幸福奋斗到底呀！逃避现实是一种最笨的方法，这样不但害了你自己，也同时害了陶少安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自己的婚姻还是个其次的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怕我不能给少安幸福。小婵，我是真心真意的爱少安，可是我发现有一个人，他比我更有资格去爱少安，比我更能够去给少安幸福。这个人是谁啊？陶少安在台湾的女朋友，她现在已经到新加坡来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？真把我弄糊涂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谈这些都是多余的，你就不要再追问我了。对了，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？我离开这里以后，麻烦你把这封信帮我交给他。你真的不打算跟他再见面了？小婵，我真是不明白，你这是何苦呢？Thank you.
奇怪呀、啊，少安和雪兰今天怎么没打电话回来呢？哎呀，你不要急了，我想他们一定会晚一点打来。哎，有雪兰在那儿照顾他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是没什么好不放心的，可是偏偏我这颗心就是放不下。这大概天下做母亲的通病吧。哎，妈，妈，晚上我不在家吃饭啊。啊？你要到哪儿去啊？我跟逸群约了去看电影，好久没看电影了。哦，这逸群为什么不来接你啊？爸爸，我们说好了，他下班在办公室等我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要走了。妈，我走了啊。子阳啊，你看佩文现在高兴的样子，像不像当年他读大学的时候，刚跟玉群认识，两人每天匆匆忙忙，高高兴兴去赴约会啊？玉云，你有没有跟佩文谈过？谈什么？就谈他跟逸群的事情。他说，他坚持一定要嫁给逸群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的感情不是我们能组织得了的。那这么说你是同意了？不同意行吗？哎，你想想，这佩文要真的是嫁给逸群的话，他怎么受得了他们家人的阻力？再说，我昨天晚上都跟你说过了，难道说我们受的教训还不够啊？我觉得，我们现在不应该为我们自己着想，而要为佩文着想。不错，我们现在就是为佩文着想。哎，我想如果真的是不阻止他们，那将来啊，那佩文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啊。可是你看佩文现在高兴的样子，我忍心阻止得了吗？再说他病刚好，也不能受刺激啊。对，不错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哎呀，可是我是说，我们女儿真的嫁了逸群呢，她那母亲谁受得了？她这刺激，她受得了吗？哎，谁来了？我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我说几句话就要走。我听逸群说，他要跟佩文要结婚，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们一定知道。哎，是的，这逸群到我这里来，向我们征求同意过。陶先生，陶太太，很抱歉，我绝对不能答应逸群跟佩文结婚。再说佩文又是有病的人，他怎么能做我们江家的媳妇儿？江太太，我希望你说话稍微客气一点，你不要伤人好不好？逸群和佩文现在已经是长大成人了，他们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婚姻大事。妈，哎，佩文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妈，我忘了带钥匙。江伯母，我爸爸说得很对，我和逸群都是成年人，我们有权利去决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我爱逸群，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。你果然是有神经上不正常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逸群啊绝对不会娶你。江伯母，会不会娶我，我想也是我跟逸群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除非逸群他亲口告诉我他不愿意娶我，要不然没有人能动摇我嫁给他的决心。好，那咱们等着瞧吧。再见。看起来爸爸担心你的事情是多余的喽。我做的对吗？对，对极了。
钥匙给我，我来不及了。好，好，来吧，谢谢你。妈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我的妈呀，我捏了把冷汗，吓死我了。我想现在我们总算找回从前的佩文了。